停下！哎，我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哎，停下！谢小春啊，你怎么自己过来了？哎呀，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是到了，但是呢，你没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打通，不好找吧？手机摔坏了。哎呀，怪不得呢。那是你箱子吗？对对对，帮你搬一下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不用我来吧，你都搬了半天了。重，真是有点沉啊。来。院子还挺大的吧？啊，挺大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不是一块宅基地，它是三块。前年的时候呢，哎呦，我们把这个地方租下来，重新整修了一下，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租的小院，一共呢有六间房。这就是你的房间，旁边的五号房呢住了五个月，刚刚退租，现在呢还没有人住进来，但是其他的房间都是住满了的。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你还想续租的话，提前半个月跟我说，啊，好。哎，看看怎么样？哎呦喂，哈，那个，这些呢都是你寄来的快递，我已经帮你从代收点啊都给拉过来了，你检查检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来吧，冯东，嗯，给你介绍介绍哈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厨房。里边所有的电器啊、厨具啊都可以用，都是公用的。那边呢是一间茶室，茶室的后面有一间杂物间，还有工具房。挺好，挺好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嗯嗯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啊。餐厅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。啊，如果说平时我要是不在的情况下，有任何的事情，你可以找住在那边一号房的娜娜啊，嗯，她现在呢在小馆，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好啊。哎，那位是，她住二号房，你不用理她。啊，嗯，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就先走了。嗯，谢谢小春啊，没事。哦，嗯，对了，刚刚在镇上有一男孩追一匹马，把我手机撞坏就跑了。追马，长什么样啊？年纪不大，瘦瘦高高的。哦，行，那你问对人了。他家离这儿不远，就在隔壁巷子，我带你过去。啊，谢谢小春哈。没事，走吧。放心哈。啊。那，就是这儿了。来，红豆。啊。跟你讲哈。就是这一家，他们家呢有个奶奶，还有一个哥哥。啊，哦，等会儿啊。喂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。好嘞。红豆，嗯，我就不跟你进去了，店里有点事儿。你进去以后呢，就直接找他哥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够麻烦你的了。那你忙去啊。好。哎，如果说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，到我店里，我请你喝咖啡啊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么多马就非得骑小可爱，上次被颠下来腿划了道口子，才好没两天，这次干脆直接跑了，幸好没撞到人，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。让你动筷子了吗？把奶动了吗？还有啊，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，什么鬼样子？喂，这样才帅，好不好？剪了。阿奶，你看他吃饭。哟，打扰一下，那个门口没有门铃，我就直接进来了。哦，来旅游的吧？找不到路了吗？我找他。我？啊。
他上午追马撞着我了。马撞到人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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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马撞到人，是他追马，然后撞到我了，然后我的手机就摔飞出去了，摔碎了。你手机坏了吗？去撞个人回来不说，让别人找到家里头来，一天到晚给我闯祸闯祸啊！哎哥，闯祸啊！啊哥，哥我错了，哥别打我，哥站住，哥别打我，站住，哥我错了，站住，哥错了，哥别别打，别打哥，哥别别别！安娜，救命安娜！屏都碎成这个样子了，也开不了机。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，还是赔你个新的？换个屏幕修一修吧，这里面东西挺重要的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给我一半钱就行，毕竟也用了一年多了。啊，村子里没有修手机的，只能去古城修。你在这待几天？我住一段时间的，我今天刚来就被他撞了。谁带你找过来的？谢小春。小春啊？嗯。你住有风小院？嗯。啊，我叫谢志尧，怎么称呼？许红豆。我一会有事儿，陪不了你去修手机，我找个人带你去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呢，明天我自己去就行，回头我给你看收据，好吧？也行。嗯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。哎，稍等。啊，谢主任，过来。给姐姐道歉，对不起。认真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按他，没事，我原谅他了。啊，嗯，那不好意思啊，啊，没事，对不起啊。你别打他啊。我没打他。我打你了吗？安奶，你抢我，我他踢我屁股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可疼了。那金花怎么说？说先修，修不好赔一半的钱，毕竟用了一年多了。嗯，那还是个老实人。是，都没说赔个新的。我哥都舍不得换新手机，我用的还是他旧手机呢。小气。你一个学生要什么新手机？我玩游戏卡，他们都骂我。骂人就别跟他们玩，不文明。安南，你不懂。嗯、不是，你别欺负他了。